我弟弟。你的弟弟下去啊。弟弟，你弟弟。我是爱人，你是艺人。沈腾的票房大卖，喜提国民男神。所有人准备好，我数三二一，一起喝下自己找的水源。三，二，一，来尝一下自己找的水源。这啥味儿啊？我们是好的耶，好喝，哇，这完蛋了，好，哎，我觉得冰川水应该可以，冰川水不能喝。现在有两组，一组是露水，然后一组是那个水果罐头。除了这两组，其他每一组的这个手环都已经在开始闪烁了，他们的生命体征都在下降了。队长，您说说为什么？首先，先给大家说一下露水，还有我们的罐头为什么是没有事情的。首先呢，露水啊，尤其是在冷热空气，白昼交温这一个转换的时候，冷空气凝结成小水滴，我们把它收集过来，其实它是无毒无害的，它是直接可以饮用的。嗯。另外，我们的这个选择是罐头。罐头我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罐头上面写的是2023年11月14日到2025年11月，非常新鲜，没有过保质期。我现在都不想看着他俩。对，踩什么？演员，演员，演员，谁？演员，动作演员，打拳的演员，贾玲，格格。这一顿小泡拳，打拳的演员贾玲，《流浪地球二》，你徒弟吴京，吴京，什么？泡，分泌，分泌，全在分泌，分泌身体，什么？运动，运动，运动。哥，你平常健身吗？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不健身吗？练肌肉，举铁吗？举重。健身的时候会分泌的那个，你的弟弟，你的弟弟，你的弟弟，你弟弟，我弟弟，我弟弟啊，三个字儿，华晨宇啊，后两个字儿一样，范丞丞啊，哦，范丞丞，已经对了。再说一遍，他说对了，可是花花听不到。范丞丞，对啊，我都听见了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弟弟，又是他弟弟。你的弟弟，下去啊。弟弟，你弟弟，我弟弟，对，王牌里的。唱歌的，我弟弟唱歌的，总共就俩，你猜是谁？花花，这我外甥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眼。第三个字，这啥？三个字，第二个字，褶子。鱼尾纹，这个，眼袋。什么？眼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眼睛啊！啊，这是眼，鸡眼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眼。第三个字，钱包。性格测试。啊？性格。心情。性格。性格。性格。疼。我是爱人，你？我是爱人，我做了个什么测试？哦、我是爱人，我做了什么测试？四个字母，四个字母，四个字母。我是爱人，我是爱人，你是艺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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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人，艺人，艺人，爱人，爱人，爱人。
屁。嗯啊。不是不是。MBTI。MBTI。别放了别放了。好，时间到。演员。演员。女的。女的。猪。女演员。猪。你演，你可以演呀，你可以演啥呀？沙哥，外国演员呀？什么呀？谁呀？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嘉宾。奔跑吧。第一个字。导演谁呀？什么什么？啥呀？为啥呀？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。女演员。女演员。演员。演员。大眼睛。啊，女演员。这站着。没事，就站着，还挺爱唱歌的，唱的特别不好。她不卸妆，不卸妆。不卸妆的女演员吗？谁呀？女演员，三个字的女演员。三个字女演员，在跑男。不是跑步，跑调，唱歌跑调。唱歌跑调的女演员。唱歌跑调。三。我呀。二。一、yeah, 答题时间到。中国有那个什么孔子。孔子还有什么子？孟子义。对了对了。小童最后的成绩是小童一题啊。跳舞两个字。蹦迪。跳舞，嗨起来！两个字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流汗，滴汗，没眼看，太好难。俩字儿，就他看看，嫌弃，那个传，这种现象。这是一种现象。现象。这是触电了吗？请问这是在干嘛呀？这叫什么？什么舞？这叫什么？跳。我们刚才这样干什么呢？这一波干什么？这有一波，这儿有一波，两波人跟打架，扭来扭去，跳舞斗舞，他们干嘛呢？干什么？两个字，尬舞。哇，真尬。哇，你这个为什么小松跳完就猜是跳的尬是吧？不是，因为其他人感觉他们是很认真的在跳，但是小松一看就是那种，因为他平时跳太好了，突然一下那样就知道哦，原来，对，腾哥平常就这水准。好，花花对了一题。宋小宝在沙滩做烤串给小宋吃，没那么好心的。沈腾唱了一首《爱情买卖》，然后以后再也没人提。不是买卖的卖吗？不是买卖这个词儿。沈腾的票房大卖，喜提国民男神。哎呀，就是这个了。就是这个了。我现在就改成这个。错，这么不会来事儿。错。小童打牌太好，有时候会被朋友拉黑。有一点点接近。有一点点了。拉黑是吗？小童在王牌里边有时候会被朋友拉黑。
哎，又多了对一点点。你拉黑是对的吗？这俩词？对，王牌对吗？王牌对的。小童在王牌有拉黑王牌家族的嫌疑。这个有一点点接近，但是他意思差了。小童在刷王牌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把粉丝拉黑，有时候会把梧桐拉黑，拉黑王牌家族啊。小童王牌录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拉闸。好踊跃呀，我们王牌家族在埋汰我的时候。刷王牌，你一个一个的都给他，都给他一个一个给他们拉黑。你哥你也说太多了吧？小童在王牌有很多人把他拉黑。没有一个朋友，全都被他们拉黑了，有点像，非常像，好惨呀，我好惨呀，姐姐，哎呀，真的那么悲惨啊？拉黑谁？拉黑王牌家族啊！还有十秒，能不能答出来？小童在王牌有拉黑每一个人。啊，对了，啊，对了，答案是啥呀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关晓彤把王牌对王牌家族的所有人都拉黑了。哎呀，所有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当然假的呀！哇，你竟然会信啊！我还没加他微信呢，我还想还加吗？加吧，已经没得拉了，快去凑个人头。你写的时候，我刚跟鹏哥说，我真想了一个很绝的，我想了四个一模一样的字。可以的，四个华晨宇的话，中华华晨宇，华晨宇花花花更了所有的钱给大家买花，不是，华晨宇在华山之巅用中华歌曲送盛世繁华。我们确实写不出这样的，这一看就是主持人的文笔。哎呦，我们写到最后只能说写到抽华子。中华华晨宇在那个什么华清池里泡澡，抽了一只华子。我有一年也是工作录节目的时候，然后在那个撒哈拉大沙漠有遇到过沙尘暴。妈呀，那辨清不了方向了。当时我还是跟腾哥也在。嗯，我唯一一次最接近死亡的体验。啊，我们当时一行人，然后在那个骑那个骆驼，然后当时天就黑了嘛，然后那个沙尘暴就开始来了，来非常快，迅速的就来。然后来了之后，就是你完全睁不开眼睛，而且是那种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能呼吸吗？呼吸不了。幸好我们带着那个，我们有那个围巾，然后我们就捂住整张脸，然后呢能呼吸。就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雨像一堵墙一样，从远到近，因为我们平时好像不在沙漠上，也看不到那种景观。黑压压的就过来了，是吗？在那么空旷的地方，没有任何这个高的建筑，光看就像一道墙一样过来。嗯，就剩一个领骆驼的一个当地的一个骆驼驼长。对，他是在一个人在前面牵着骆驼，带着我们一行人走。就是看他又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又很坚毅那个表情，就感觉好像应该牺牲不了，有希望。后来当地的居民才解释说，在沙漠里面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。骆驼，因为骆驼它的腿是可以抬起来的。嗯，当沙尘暴来的时候，车轮子会陷到沙漠里面。哦，但是骆驼是可以不断抬腿往前走的，它腿又很长。当如果沙尘暴太大的话，骆驼是可以围成一个圈，把我们围在一个地方，像一个墙一样把我们挡住那个。哇，所以户外真的要多学一点知识，特别在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命的。救命。花花讲一下自己的不可或缺性。我反正是吧，也不是最大的，也不是最小的，感觉怎么也轮不到我呀。啊，他这个跟大小没关系。哎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王牌的这个战队里面，掐头去尾哟，可很有关系了。这是给有暗示啊，这是。反正我也不是那个最大的，也不是那个。反正我也不是那个。哦，您是最大的。
你堂哥，你是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我今天穿了红色，救援队第一时间就可以看见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很重要。是不是？可以为大家，那是一种生的希望。救援队只能看到红色吗？你看看，其实我跟小童，我俩都毫无毋庸置疑的应该留下。你看我俩都穿的亮色，是不是？他这套跟海浪一个色一个色的，你说说吧，小童，你有什么价值在这个团队里面？我的价值太大了，我必须得留在这里。全是空话和套话，实质的。我的价值是我能干苦力活，苦力活能吃苦，吃的还少，吃的少，然后还能吃苦，还能帮着干活。那这点，我必须留下。你说话都结巴了，我都可以不吃再走团队，要饿就饿我一个人，只要不让我走。而且我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给大家发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，让大家先填饱肚子，我最后一个吃。然后我给大家表演节目，还得让大家心情愉悦，我也可以不吃。这要吃的话，我也可以不吃了，我吐出来给大家吃。走，这还要吐了给我们吃。这道题是来自于热心观众，他是一位大学生。哇，在野外探险，如果遇到了凶猛的野兽，以下行为最能够驱赶野兽的是 ：A. 突然向他奔跑 ；B. 装成他的同类。这都不对。C. 用更高的音量来吼叫 ；D. 装作晕倒。D. 不行，晕倒也不行。这很简单，装成他的同类。怎么装？怎么装？你们现在可以装。你们穿的像是真的，这题我看过。哪个？装成同类。哦，好的，排除装成同类。晕倒。遇到野兽吗？对。C 啊 ，C 啊 ，C， 奔跑都绝对不对。向他奔跑吧，展示友好嘛。你是说两情相悦的那种拥抱奔跑吗？对，你多久没有飞奔向一个人了？从来就没有过。有一个视频就是说，有一个外国人他遇到了美洲狮，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张开手，用比他更大的音量吼叫，那个狮子就不敢攻击他。C， 确定答案是 C。我说三二一之后，铁栅栏直接开始移动，用这种方式来宣布对错。啊！不用，这么刺激的吗？我害怕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判定。没事，好凉啊！我怎么在空中飘起来了呀？天哪！哎呦，天哪！我怎么飘起来了？我看你有点飘。就刚才那题啊，除了灰熊，其他动物都更适合用比它大声的吼叫方式把它吓走。所以花花刚才分享那个是对的。接下来现代队选好，还有哪个可以选？二和四，选哪个？二，听唐涛的。2号，热心观众2号题被选中了。热心观众的题会不会好答一点？本题你们打算压上多少个？35，直接这边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可以的。36，可以。38，这个网盖下去，盖下去，人摔下去，人再盖上去。对，人到里头之后给扣上。请听题。请问化妆包里的哪个物品可以帮助你生火 ？A. 口红 ，B. 眼线笔 ，C. 洗手液 ，D. 胭脂，哪个可以帮你生火？这题
胭脂吧，胭脂里有镜子，就眼线笔啊，笔磨木头。你觉得他能这样吗？磨木头，能钻木和眼线笔，他那眼线笔是眼线液笔还是眼线胶笔啊？眼线笔，对。有一次我就看人家化妆，一下把眼睛化着了。生火还是能着火，帮助你生火。易燃，什么东西易燃？对，里面含有酒精的。我觉得洗手液里面，对，洗手液是吧？因为有酒精吧，杀菌的。你那个洗手液是免洗手液那种带酒精的吗？洗手液着不了火吧？我觉得是胭脂。胭脂哈，有胭字吗？口红也容易生火，就是回家了看有一个口红，完了肚子里特生火那种生火吧。就哪个？有酒精的化妆品，要不然就口红，要不然就胭脂。胭脂。胭脂有这个。因为胭脂，我看那个是这个吗？复原胭脂的那种视频的时候会滴一些酒精。口红跟胭脂哪个有酒精？肯定胭脂吧。酒精是可以生火的。胭脂吧，肯定是。口红没有酒精。口红要涂在嘴上哎。咱就胭脂。就胭脂吧，反正也。胭脂，滴胭脂，错就错。胭脂更有助于你生火，选的是 D 胭脂。来三。二一，请判定。好冷啊，好冷啊。哎呦，太狠了姐。你吓呀。我下去了。吓。你小心我把你拽下来哥哥。怎么回事？太滑了。哟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害人终害己呀。什么眼线笔吗？不是眼线笔啊，也不是钻木取火，其实就是洗手液。是不是洗手液？洗手液里有酒精。对呀、啊、我问你是不是免洗手液有没有酒精？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吗？我们就觉得它太简单太像了这个，所以都能想到钻木取火，用眼线笔钻。